安播足球快讯，2022年7月21号，坚尼指曼联要补强中场。在接受 Sky Bet 频道采访时，曼联名宿坚尼讲到球会隐瞒嘅情况，佢表示曼联系中场需要高品质嘅球员。坚尼讲：我脑海中浮现嘅系中场，佢哋喺中场需要一啲高品质嘅球员，佢哋需要一啲身体素质同能量，呢个就系我要开始嘅地方。球队嘅整个核心，边后卫、攻击手，我都唔服过门将。曼联今夏已引进泰维尔、马拉西亚、基斯颠艾力神、利申杜马天尼斯等多位球员，佢哋仲喺度追逐巴塞中场法兰基迪庄。多谢你嘅收听同支持，记住要赞我哋嘅短片同关注我哋嘅频道。